我讲话吗？听得到啊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度假，跟我们小李在一起呢。哟，你好浪漫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抓紧时间啊。好了好了，挂了吧啊，你快去吧。年纪了，老不正经的。等我赚了钱以后，我要把唱片和唱片机都收回来，我要带着你周游世界。去你所有想去的地方。什么？你说武功他不承认？人证物证都在，如果他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只有报警了。正在商量我的事儿吧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失望了。我不是来投案自首的，我是来主动请缨的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跟你们保证，在48小时之内，我就能把真凶带回来，把硬盘还给你们。不过，我需要一个帮手。48个小时，你确定能把硬盘找回来？要取不回来的话。任凭你们处置。OK， 我暂且相信你。你想要找的那个帮手是什么人？
回来了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怀旧复古啊？我怎么有种这个回到老上海的感觉？你懂什么？那叫黑胶唱机。啊，看出来了。哎，那你这就不喜欢舞蹈了？这个跟舞蹈不冲突啊。啊，我是帮雪姨买的。雪姨？就你那个什么带着小男朋友周游世界的老同学啊？人家那叫真性情。哟，你之前可不这么说的，你之前这么说的。周雪华这个女人太冲动了，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着调。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。你别看她普普通通的，好几万呢。好几万？哟，心疼了，我又没有你的钱，我是用妈妈的私房钱买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搞不懂你们这帮富婆每天想些什么，不买包不买表，却玩起这个东西来了。庄总跟我说，我的唱机被一个女人买走了。我问她是谁，她把你的名字和地址都告诉我。她磨不过我，把这一切都告诉我。黄莹，我问你，你究竟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就是这家的保姆。保姆？哎，我问你，哪家人会把朱家保姆的照片放在这里？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黄莹，你究竟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让我来替你说吧，你是怕我知道你很有钱，担心我骗你的钱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打算把一切告诉你。打算？你这个打算只不过是我揭穿你之后的说辞。不是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，毕竟我比你大太多了。黄敏，你不信任我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打算要信任过我。骗你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咱们俩一切都是你情我愿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有钱了不起是吧？啊？我欠你的，从今天开始，两不相欠。一大早的怎么就跳上了？啊，我没事儿，我们老师放我们假，我怕我落下课来，我自己补补。妈，你要有事一定跟我说呀。我有什么事儿，快去上班上班。啊。毕竟是我骗他在先的，我低头认错也没什么。
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是这儿的房东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吴迪的姐姐。吴迪还有你这号姐姐，没听说过。吴迪要退房，我过来检查一下，没问题的话我就把押金还给他。退房？对呀，你不知道。哦，我们不退这个房。你们？这个房子我们再租一年。 这房子我已经挂出去了，已经有人要租了。没关系，不管是谁，他出多少钱，我在上面加10%。啊，爽快人！好，那你先去赶快打合同，我一会儿去找你签。你先把钥匙给我。我这个弟弟平时不太会照顾自己，房子肯定乱七八糟的，我先去帮他收拾一下。 算等到你了。我要是一直都不回来了，那我就一直等。文英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你睡在这里，听着你的呼吸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恨你，更没有办法去离开你。那我们就永远不离开。 我现在不想去追究你为什么要骗我，这一切都不重要。只是什么？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。你不是说年龄不是问题吗？不是年龄的问题，而是我一无所有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换个角度，我有钱，我可以帮你治病，我们还可以环游世界。但那些钱都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你干嘛分得那么清楚？ 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为了钱才跟你在一起的。你说过你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可是我自己介意，我不想让自己是个吃软饭的。你不是吃软饭的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你马上就会拥有自己的舞蹈学校。婉莹，你又这样了。我说了，我不想要你的钱。哎呀，
你换个角度想，我的不是白给，我是投资，对，是投资。谢谢谢谢，来，哎，你吃这儿的毛蟹可好吃呢。好，哎，我呀，给你变样东西，看好了。送给最美的你。你还会做这个？当然，喜欢吗？休息一下。文英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让我留在这个城市的唯一意义。你不光要留下来，还要像你说的，要有自己的事业。对，我要操办自己的培训中心。傻瓜，我说了我要帮你的。文英，其实。培训中心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就说这场地的问题，咱们现在这个小场地肯定是不够用的。前两天我一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场地，挺大的，就是那儿的费用贵得吓人。有多吓人？一年20万。20万你就吓人了？婉莹，我有时候真不喜欢你这样子。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你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20万我们负担得起。这20万，除了租金以外，装修需要花钱，买设备需要花钱，这里里外外打点都需要花钱。嗯，50万够吗？五十万，应该够了。好，你的培训中心我来投资。文英。我更想听的是我们的培训路线。好，我们，哎，明天我们出去玩吧。明天？嗯。去哪儿啊？嗯，杭州。明天可能不行啊。嗯，你约了事情。对。我想尽快把这培训中心操办起来。明天约了我那个朋友，我想去看看他那块场地，要是在的话。我这两天跟他谈一谈，等谈妥了之后，我带你过去看看。有那么急吗？我当然着急啊，这是关于我们的事。等我有了事业以后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我们相爱了。文英，等我事业有成了以后，我要带着你去周游世界。怎么样，魏晨？这十多年来，一共做了3次开胸手术，最后一次我们给你置换了2间半，也做了3间半的成型手术。目前看来，效果都不好。心脏的跳动仍在继续变弱。那我再做一次呢？你敢冒这个风险，我都不敢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还是要做心脏移植手术？要做移植也不那么容易的。李想啊，现在的心源主要是靠自主捐献的，那这就可遇不可求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费用这一块，费用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。我一直在帮你寻找适合你的心源，但是你自己要有信心，只要相信奇迹的人，奇迹就一定会选择你。谢谢魏医生，谢谢你的鼓励。如果没有您的鼓励坚持，我可能活不到现在。其实在我十岁那年，我听护士们说，我可能活不到十五岁。在您的鼓励之下，我咬牙坚持，活到了十五岁。在那年，您第一次帮我做了心脏手术。紧接着一个五年又一个五年，一直到了今天，坚持走了下来。我相信你，就想相信奇迹。医生也不是万能的，其实巫山可医，只有自救。你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卧床休息，不能再跳舞了，也不能进行任何重体力活动啊。医生，这话有点矛盾，我要不拼命赚钱，拿什么来供养我自己的身体？哎，你朋友推荐的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啊，你看前面有那么大的停车场，而且楼房的举架也高，适合做培训中心啊。所以啊，我一定要带你过来看一看。这跳舞我在行，做生意我哪比得上你啊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咱们这个培训中心的名字就叫婉莹舞蹈培训中心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不合适吧？就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呢都想好了，你看，这楼下呢都是舞蹈教室，楼上呢我想隔成三间办公室，一间给教室用，这一间呢给我用，这一间你看，阳光充足，有大的落地窗，这间是留给你的。我还有办公室？那当然，这舞蹈中心是挂着你的名号呢，又是你投资的，你不得过来给咱们坐镇？可是具体业务我可不懂。你不学过财务吗？你得过来给咱们涨钱啊。那没问题。